Hello， 今天我们要去吃 brunch， 然后去吃一个新去的 brunch 店，没有吃过，也不知道好不好吃。不过在那个网上评分蛮高的啦，所以我们今天就去试一下喽。大家，你们要去啊你？please rate me 5 star。Hello， 口罩不见了，口罩。我们不可以对我们。我们刚刚到了。这也是。Hello, friends. Hello. 然后就在前面，我们现在去看有没有位置。我们现在到了这个餐厅，然后我们包场，我们四个人坐在一个 area 里面，让你们看看。很好喝，然后带有好像一点点巧克力的味道，然后不会太酸，我觉得很好喝。然后它的奶也是做的很厚实，很好喝。Thank you。那我来吃。哎，拍食物的照片 ，please。中国人没有那个会哟。This is a higher. This is a 会哟。你什么？你是要小便还是什么？我准备等一下帮我拍照啊。
张开来，然后你等一下可以 crop。我们刚刚吃饱啦，然后我们在这个附近拍了一些照片，因为很好看。然后我们现在要去一间 coffee shop， 听讲它的matcha很好喝，所以我们去 try 一下。So， 一起去看吧 ，Let's go。拿到了我们这个 Basil Coffee， 然后我这个是 Matcha Oat Milk， 它喝起来很好喝，然后很像在吃那个Matcha Ice Cream， 对 Matcha Ice Cream， 而且还是 Oatly Milk， 所以有乳糖不耐症的人也可以喝。然后你喝的是什么？ What is this？ 这个是 Flat White。 Flat White， 它这个 Coffee 也是很好喝，非常的香，那 coffee 味很重，然后留香很久，非常的顺滑，真的很推荐这两个，你们可以来喝，太好喝了，很开心可以喝到这么好喝的 coffee 今天。Yes， what she said。大家雪莉好不好喝？好喝，很好喝。之前有问的 brand 建议人家喝吗？建议，很建议，一级棒。OK， 我们现在到一个 garden， 然后我们要。去走走，去走走，坐坐，因为我们也不知道去哪里，而且天气很好。对，今天天气很好，非常的 nice。我们现在又要去走 Fit Joy 跑跑，是一个比较老的有文化的地方，就比较文化复古的街吧，应该是。等一下我带你们去看，你们就知道了。新格的一个town town， OK。看那边有 city， 我们的 city 那边。哦，哎，对哦， city 在这里。Thank you.
一个蛮出名的 ice cream。我们去吃，我们现在去吃 gelato ice cream， 而且很多人，让你们看一看。回来了，然后今天去的第一间那个 Tree Food Banks， 我觉得它的环境打 4.5 吧，它环境蛮不错的。然后食物的话中规中矩，我吃的那个 hot cake 我觉得蛮不错，可是我还是更喜欢就是上一次吃的那一个。然后它的食物的话可能打个 3.5 到4分左右吧，然后咖啡也可以在四分左右，因为它蛮香的，它就有一个 aftertaste， 很浓郁，有点像巧克力的味道。不过它还可能我自己本身喜欢喝更有浓郁咖啡味的，所以我会打四分。然后我们下一个去的就是那个 Bisobi， 然后我喝的那个 matcha latte with oat milk， 我觉得很好喝，推荐你们可以打 4.5 分，一定要去，或者到5分吧。然后我觉得它可以跟那个我每次去的那个肉比，就是两个有不同的感觉。然后 Bisobi 的会更顺滑，就很像吃那个 matcha ice cream 这样子。然后我也是有 try 那个 Abigail 的 flat white， 它的咖啡很浓郁，你们要去 try 一定要 try， 可以打个 4.5 到5分。过后我们就去吃的那个 ice cream， 我觉得它很香，就吃的是 pistachio 的味道，它的 pistachio 很有它的味道，就很浓郁。可是对我来讲，吃多了有一点腻啊，就会有点偏甜。然后选那吃的是那个 Tribute， 很像 Ferrero Rocher， 而且它有很多 nut， 它的 nut 是大粒大粒的，所以那个也是蛮好吃一下的啦。Gelato 的话，我打个3.5到4分吧，因为我自己吃到那个 Pistachio 太甜了，可能我自己本身不喜欢吃太甜的，对我来讲有点太腻了啦。你们也可以去试一下，它的虽然太甜了，可是它的味道是真的是很浓郁的啦，所以也是蛮好吃的。好吧，这就是今天的 vlog 了，希望你们会喜欢，拜拜。